是透过社群分享与家人的相处点滴，日前难得晒出了孩子们的童年照，感叹自己年龄的增长。小 S 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，当时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变老。然而随着女儿们逐渐长大，她也意识到自己已经46岁。她坦言以前听到46岁的年龄时，总觉得那是属于大婶的年纪，但如今对自己到了这个年龄，仍然保持年轻感到骄傲，自信表示自己不像是大婶。不过她也自嘲说，现在觉得打扮越来越麻烦，这点让她有了大婶的感觉，还鼓励网友们珍惜当下，不要对过去感到伤感，因为这就是人生。当被网友问到自己的颜值巅峰时，小 S 认为是在23到38岁之间。她还留言分享自己一整天都在煮饭，虽然觉得很疲惫，但听到孩子们的称赞后，就感到很满足，很快乐。you